林深处的山鸟鸣唱，风吹拂了一夜的寂静，原本就清新的空气更显得纯粹。在现在为求时故造诸恶业的时代，要奉守不害生命的戒行，要有很大的福德，而戒律所带来的清明思绪，事实上才是幸福的来源。莲师教言中说，将你的身与意全部投入善行注意之事，即使是最微细之恶行或无德之事，亦须避免。今天在前往莲师大佛的路途中，在一村落旁放生八头牛、九只猪，当地牧民放生了36头牛。台湾还有很多菩萨护持这一次放牛放生的活动，要把功德回向给他们，罪障消除，以及他们回向了往生者得以离苦。我们在下一站泰国还准备要放100头要将屠杀的牛大家也随喜功德你要救大牛救小牛乃至随喜都是功德，没关系，愿所有众生胎卵湿化都能够离苦得乐。现场他们有当地的农民布施出来36头的牛，大家随喜啊，感谢这些。他们虽然生活贫穷，但知道放生把他的牛36头布施出来。他们这边都是此地当地的坦伊拉，他们老百姓参加放生，总共牛有44头，36头免费，我们非常感恩他们。然后现场有8只牛。1只16000，很便宜啊！16000多少钱啊？将近270-280块美金，对不对？不到300块美金就一只牛了。特别是这8头牛是明天就要宰杀的啊！他们抢救过来了，结果他被他们上司被仁波切感动，他说他以后不再杀了。他们两位决定从今以后不杀生了。大家给礼物啊，给礼品啊，就像我们的兄弟不再杀生一样的高兴。8头，1头16000，工人小费4000元，还有猪3只，1只有30000元，另外25000，4只16000的啊，还有运送费是70000元，还有工钱三年的，因为要一次付给他们照顾猪的3年的工钱252000元，食物猪的食物。哇，1年36万5000元，195万。好，那大家开始，你要救牛16000还是要救猪32000-25000-16000，还是要护持照顾的，随喜都可以啊，500美金。什么东西都是要鼓励推广的。来吃素吃素，我给你100美金。好，救助300美金，杨永成，钱可以变成生命，还有代表台湾很多放生的1000美金。其他我们还要付他们3年护养费，
这个钱由台湾带过来的放生钱来付，好不好？好。也愿各位舍一得百万，好不好？好。今天你救一头，下回你可以救一百头。今天你救两头，下回你变两百头，愿各位生生世世有大福报啊！所以来盖亚塔，翻转这样，阿瓦波的那也说哈，这个三十六个观音菩萨要送给布施三十六头牛的这些菩萨，阿弥陀佛，来协助仁波切放生的这些上师，送他们观音菩萨。各位以后回到你的住的地方，想到要的不单做功德，随时都可以，我们就会帮你联络啊。你要救牦牛，要救一般牛，要救猪，马上都可以。大家的力量，念一下来，万人共造善恶因，万人共造善恶因，每人皆得善恶果，每人皆得善恶果。所以今天大家你自己都救了这么多的牛啊，44只的牛，你自己都救了很多的猪，然后也护养他们3年，吃的、啊、住的、啊，然后呢，大家都得到这个功德。那当然要把这个功德回向法界众生，回向你的亲属、往生的历代祖先、堕胎胎儿、冤亲债主，过去啊所造的恶业、欠债，就要偿还。所以来，以此功德，以此功德。回向冤亲债主，回向冤亲债主，忏悔业障，忏悔业障，回向所杀所吃，回向所杀动物亡魂，动物亡魂，回向流产胎儿，回向流产胎儿，身上病魂，身上病魂，消冤解结，消冤解结，离苦得乐，离苦得乐，同成佛道，同成佛道。啊，这边有160万不干钱，代表大家的钱，要护养这些牛羊猪3年，好不好啊？啊。来，愿以此功德普及一切佛等与众生，皆奉承佛道。我们等一下还会100万的不单钱再交给这位上师啊、也替我们大家任何时间放生，好不好？好，好，这一次我们总共有4次的放生，第一次各位看到牦牛18只。第二次我们看到了16只猪，就在他们救狗的地方。第三次那天做烟供的时候，来了2头牛，还有羊，各位做替身给他们吃，还有猪。那今天现场有44只的牛，还有9只的猪。所以我想我们一切都是尽力而为。我想世界本来就不圆满，但是我们大家这种放生救命的心是最圆满的。所以只能让我们的心不离开悲心，然后尽力去做。所以希望大家时时刻刻保持自己。